今天呢已经推荐了5个月了，正老好。公，啊、我今天特别想吃一种鱼，你吓我一跳和土豆一起的，特别想。你一起去买吧，行不行？特别想吃。想吃啥？走，哎，你老公。半夜喝的。我们呢已经到达这个蔬菜和肉的这个批发市场了，咱们接下来看看有没有那个新鲜的那个鱼在卖。这个是一个专门卖蔬菜和那个肉的市场，各种蔬菜、各种肉，他们是专门做那个批发的，各种鱼啊，腌制的鱼。这个鱼是吧？就这个鱼子酱。你问一下他怎么做的？消炎的，就放盐，还得看各自点的。哎，看各自点的。啊，就是放点盐，放点那个白糖，腌制出来的。拿了一条，都是直接捞上来新鲜的，直接腌制好。小鱼儿捞点儿，崔姐说这小鱼儿好吃。对，大鱼里边那个内脏怎么办？回家自己弄。啊，回家自己弄。还有这种干的鱼，对，这种干鱼，再买点水果。水果现在也死贵的，那个他给你选这个，他说好吃。他说好吃你就买啊，但是你看这家给他一顿，他说哪个好吃你就买哪个是吧？这里边其实不能砍价的，在市场里边啊，这儿有价的，不能砍价。不能砍价。那他们是老板吗？这个？是，老板不会选吗？老板不会自己出摊儿，都是雇的呗，服务员。哎，买完了，买了300多个的鱼，就折人民币24块钱。2周有。买了几个水果，花了90。再回家啊，做我喜欢的菜，走，行吧。半夜喝的，崔姐这半路想起来忘了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，酸黄瓜，走，必须买。老公啊，必须挑了最好吃的，最好吃酸黄瓜。哎呀妈呀，老头是吧？开始做饭。崔姐拿那个屠龙刀开始给他削皮儿。这有削皮器，媳妇儿，你用削皮儿那玩意儿不行吗？行，都小，都小。这干啥呀？这是。爸爸。嗯。哦，好看吗？你别吓唬我行吗？你姐都够吓人的了，你现在给我整的你也吓人不倒了。去皮完成，开始煮土豆，撒点盐，搞里头。买的鱼搞出来，开做。很香，不应该鱼臭的味儿吗？完全很香。那你来吧，把里边的内脏掏了。你会做吗？这一份我不会做，我会吃。吃餐会学会做这个的。是吗？对。去头去尾。没有鱼籽啊？没有。有啊。鱼籽还拿出来吃啊？对，我妈很爱吃这个。把鱼籽儿取出来，这个也能吃。哎呀妈，这你吃是不是？可以吃。把鱼皮撕掉，去皮。肉还是比较鲜美。然后把刺儿去掉，改刀切成小块儿，直接块状。把刺儿都去掉，开始整肉。土豆里出锅。搞里边，土豆直接上桌。哎呀，曲姐这个也做完了，主菜，放点洋葱，放点酸黄瓜，再放点茴香。出锅，就这么配着土豆吃。我们准备中午饭开吃，开吃了。曲姐心心念念的是吧？对，新鲜的，为那个农村的土豆，老丈人家的土豆，小鱼儿也是钓上来，直接就腌制的，放点盐，放点白糖，开吃。再来点鱼子，哎呦，哎呀，健康，小鱼儿吃起来，就是这种鱼，吃到嘴里边什么感觉？很就像生吃鱼的感觉。对，就是。我来个土豆吃，吃个鱼的，嗯。一股子鱼腥味儿，酸黄瓜，
这个太新鲜了，一股鱼腥味儿，媳妇儿。这个就是这个味儿。